你如果开一个300万二手车，那是谁理他？破车。对啊，那个就是给你撞的啊。是不是啊，你那种开在路上会解体，开在 highway 不安心。车门撞了就会不安心，你谁控下面？你说开太烂的车，开在 highway 上会是不安心。那可能就是我们没钱吧，太可怜了。